即时新闻综合报道。今天是耶诞节，过去中国人在耶诞节也会狂欢，不过中共官方自十九大后突然变脸，开始出手打压耶诞节，还发下令党员大学抵制西方节日。今天有不少重庆民众在社群网站上贴出照片，以往耶诞节平安夜最热闹的重庆解放碑，今年竟被数千名中国警察进驻，许多民众大叹为什么人民政府总与人民对立。香港苹果报道，重庆最热闹的地标解放碑，往年都有大批民众聚集庆祝平安夜，不过昨天入夜后遭重庆大批警力进驻，不让民众聚集庆祝，甚至不得靠近，当地的名店也被大批警力驻守准备增援。当时不少民众以为可以到场狂欢，最后在微博上留言，解放碑传说中的盛况没得发生，警察比群众都多，只能吹一晚上冷风。今晚解放碑的平安夜难得如此安静，有点如临大敌的味道，不行了，警察叔叔说不让靠近。也有海外中国人感叹为什么人民政府总与人民对立，当地警方则说为了你的安全，警察一直在这里，直面凛冽寒风，坚守在岗，全力维护平安夜的平安。有中国网民因此大骂，把所有人都赶走，就是保平安了。